就可以用了，就可以用了。今天就直接把机器带来了。今天就杂志器带来了，来，你就可以用了，你就可以用了。就是我们企划部的同事啦，对。好，然后这个事情跟你说明一下，我们有准备了一点小礼物。巧，拍你呀、啊！表示我没看到在录啊，你把灯关掉了。对呀、啊，机器直接带来了，机器直接带来了，联络过，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。对啊。哎、啊，我准备了点东西了，这个是要送你的，这个就要帮我录一下的，然后我要跟园长说这个。正品的送，就是真的有给的，就是没有腐烂，就是那个原厂的那个陶杯，应该是冷水杯啦，水壶啦，水壶啦，然后笔记本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哇，好重哦，还有一件，第一次看到笔记本比这个陶杯皮的，一件你穿的尺寸的衣服，你等下我，你那么瘦，因为我看过你啊。